我就为了这个事儿有准备啊，我找了一个我们德云社上热搜最多的相声艺人。谁呀？岳云鹏啊。确实岳哥微博热搜多，而且他热搜多不要紧，他文案好，写的东西好。哎，我特意我请他给我写了几个文案。是教您了？嗯，对，教我了。真是岳哥的字儿。哎啊，忘这字儿念什么？这字儿这字儿我也不认识。这字儿你也这有拼音。余生请多指教，圈杨幂。哇塞，好像有事儿啊，是吧？啊，想和你一起看清晨的第一缕阳光，圈高圆圆。不行。你跟谁？看谁？肖字要反天了，云字的。不是秦霄贤，你不叫赵又廷。你跟我这儿急什么？他舔着脸还急呢，那都不要脸了都。哎，对，热搜起来了，起来了，热搜起来了。热搜标题应该是烧饼和秦霄贤为高圆圆打起来了。啊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哎，谢谢兄弟啊，谢谢兄弟，谢谢兄弟，谢谢。两个人很默契啊。炒吧，炒作吧，这就叫炒作呀。炒作，炒作。还有吗？我再翻一篇啊。再来一个，再翻一篇。来个狠的。你是梅菜，我是肉啊，我想扣住你的手。哎呦，这是谁呀？圈贾玲啊。那人贾玲，人家是导演，导演知道吗？50多亿人家拍的，全球人家都有名，咱圈人家怎么了？就火，就是。对呀。啊，对不对？再者说了，让人拍着，哎，烧饼和贾玲在一块儿，对不对？哦，哎，人也得这么说呀。怎么说？哎，贾玲深夜私会猛男，你看这玩意儿啊，是不是？贾玲导演也是不摘食啊，哎，就好吃主食啊。哎，你看还有啊啊，我攒了很多年的温柔和浪漫，嗯，都给了你。谁呀？圈儿啊，李雪健。嗯，李雪健，李雪健，李雪健啊。您别哦，您喜欢宋江是吧？不是，哥，错了错了。怎么错了呀？错了，跟你要跟宋江闹绯闻，你不能去爱的宋江，爱的李，你爱的李逵，宋江跟李逵闹绯闻呢。宋江怎么叫李逵呀？你这黑丝，对不对？李雪健你不知道吗？我知道。李雪琴。李雪琴。哦，李雪琴啊。李雪琴是跟小妹儿那李雪琴。对对对。哦，我以为李雪健也是铁岭的呢，那个差太远了。对不起啊，李雪健老师啊，李雪健老师啊，这还有别，这不行，这不行。想当你一辈子的沙袋。哎呦，张伟丽。哦，就打拳击那个。对对 对, 对，真好，您就不用一辈子了，一下你就没了呀你。一下就有可能是我的一辈子了。为了火都不要命了。哎，有热度就行。有什么用啊？有热度，有热度咱一火了，各大平台卫视那个综艺节目都来找你。找我？找我呢？找你肯定是没戏了。那找，因为都是我的微博圈的。哦，哎，对了，那有什么节目？太多了，你说说。太多了。哎呀，快乐大本营啊。哎呀，还有最强大脑。哦，哎呀，都找我。还有德云逗笑社啊。对对对对对，哎，德云逗笑社也得找我。这好好找。哎，到那儿去，您好好给人说相声。哎，说相声。我跟您一块儿去，我上台，我好好给人来个快板，踢踏，然后唱一个古曲儿，小曲儿小调，对不对？兄弟，你等会儿吧。你看哪个综艺节目里边，人家嘉宾一上来唱一个小曲儿小调，来个快板的呀？不好吗？有谁见过何炅老师？用你们现场最热情的掌声来，有请我们出今天的嘉宾，动次打次，动次打次，日落西山呢，哎，黑了天吧，哎，来，哎，嘿呀，哒哒啦滴哒，不好整啊这个。有唱这个的吗？咱也不光是会神调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其他的咱也会啊。会什么呀？为什么？你比方说唱个小曲儿，咱都行啊。那不行。那你说唱什么？哎，要说呀，可不能跟你说。哦，合着你说半天，将来你上热搜你不带着？哎，跟那个疯狗不能说相声。我想想啊，那你跟谁？我得跟烧饼、啊，烧饼和鸡说一段相声，准能上热搜。鸡？哎，对了对了，我一狗我都配不上鸡是吗？我都带好，早有准备啊。哎，怎么样？哎呀妈呀！哎，烧饼和惨叫鸡说一段相声。哦，这怎么说呀？哎，今天。我跟您说一段相声，相声讲究四门基本功课，说学逗唱，就两声。哎，
要说这唱啊，给您唱一段叫小帆。叫小帆他能唱？哎，一见公主到令间，不由得本宫喜心间，站立宫阿门叫小。还挺好。人说谢谢了。您这叫糟改相声啊，哥！这怎么叫糟改相声呢？糟改太难听了，什么玩意儿这是？对，唱歌也行。阿门阿牵一棵葡萄树，阿门阿门你就刚发芽，蜗牛背着那重重的壳呀，一步一步的往上爬。我都快变成尖叫鸡了。我掐的是你呀、啊、还是掐的是他呀？咱不是，哥们您这不对，没有这么玩的。怎么了？胡编乱玩的，是糟改传统艺术啊。不是，这小节目吗？您要说您就好好说，要唱咱就好好唱，对不对？什么玩意儿不伦不类，你还云字呢？你那字你要不要你就让给我，知道吗？我让给你吧。我早就想要了，知道吗？让给你，我烧饼用不上，反正给你。咱没有这样的，你也是一云字，是个咱好好说相声。您不想跨界吗，哥？啊、您刚才整了虚头巴脑的名头，那没有用，都是假的。跨界咱可以好好跨。看人岳云鹏，比烧饼还想出这主意的人，相声演员唱的歌，最亲的人唱的多好听。哎，照样火了呀。我跟你说，我要唱比他火，人家都唱过了，你再唱。哎，我唱出来就比他强，不可能的。你不信，咱就比一比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说。这玩意儿我唱出来比他强，哎，我倒要上一热搜，哎，这热度又蹭上了，哎呀妈呀，又蹭上了。您唱比他强？当然了，我跟您说，哥啊，岳哥可在后台呢。您要说唱比他强，我把他叫上来让他唱一回，怎么样？来呀，你说的，真是。岳哥，岳哥，谢谢。啥意思呀？这是干什么？惨叫鸡呀、啊，跟鸡说相声、啊。行吗？行。我在后台听说有人跟我要 PK 是吗？我那意思就你要唱那个，我也能唱，而且我唱的还比你那稍微强一点。你要死啊你！稍微你这么强一点点，稍微强一点儿。嗯，好。那我唱个上句，你能唱下句吗？那当然了，来啊。嗯，翻过了一座山，把酒问青天，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。您听人家唱，听岳哥唱。感谢这人间爱，我只想喝一杯，我要美酒加咖啡，一杯接一杯。听人家唱，您花开山岗红艳艳，带着那猪羊就出了家门，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呀，送给那亲爱的观众朋友们。您唱。门前的小树已成年，阻挡着风雨来得突然。欢乐欢乐中国年，红红火火到永远。好，一起来吧！欢乐欢乐中国年，五谷丰登笑开颜。欢乐欢乐中国年，红红火火到永远。就这。你看你们几个什么玩意儿，管着吧你，下去喽。